作为一个设计师，如何站上世界的舞台？第9届 Prada 国际设计奖已经开始报名了。你想跟国际大师 Prada 兄弟，还有法国设计金童 Patrick 一样，为 Prada 设计全球热销的家具吗？我是主演总经理 James， 也是2019年第8届 Prada 国际设计奖的评委之一。Prada 是世界排名第一的顶级实木家具品牌，精湛的设计，坚持工艺传统，享誉国际。70多年来，在家具界树立了崇高的地位，深获全球建筑师及收藏家的推崇。3月28日下午2:30，我将跟你分享 Prada 的工艺价值，还有它领先全球的设计心法，以及2020第9届 Prada 国际设计奖的参赛秘诀。你想站上世界的舞台吗？让我带你深入了解 Prada， 欢迎你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讲座。